谢谢你。没事没事，啊，再见再见。逸晨，哎，雪梅啊，雪梅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你一宿没回来，我不放心，去总部找你，他们说你在这儿，所以我过来了。你啊，以后就别来这种地方了，这儿不是女人来的地方。今天又要处决这么多人呢？共产党真是遍地都是，越打越多了。你呀，别把自己累坏了啊！我呀，给你做点八宝粥，喝一口吧。我们昨天呢，又打了败仗，那些酒囊饭袋啊，连共党那些小股土匪都打不过，真给我们党国丢脸呢。现在广播不是成天在说前线传捷报了吗？广播里说的你也相信？哎，我们委员长啊，就是太小看那些共匪了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来趁热喝了。哼，我呀就喜欢你煮的粥。那就多喝一点。嗯嗯，好喝啊。哎，对了，我刚刚在外面好像看见救了咱们儿子的那个姑娘了。你是说在路边给我们川儿吸蛇毒的那个姑娘吗？嗯。看清楚了，没错，就是他。去，北匹马。是，准备要去哪儿啊？啊，杜爷，我不能再等了。我必须得去救九丹。陈先生说救九丹就一定会去救他。这些有钱的老爷们他们说话没个准儿。别人我不敢保证，但是陈先生答应的事就能够办到。我说他这个人呐，淡起来行云流水，可硬起来比铁砧还要硬三分呢。再等等吧。杜爷，救九丹是我的事儿，他凭什么大包大揽的？妈，等等，这不是来了吗？怎么没酒单呢？哎哎哎，别动，妹子，躺下，别起来啊。川儿，这个阿姨呀，就是你的救命恩人，快叫阿姨呀！阿姨好，好乖。哎，没事吧？哎，这些人怎么下这么重的手？他们到底还有没有人性呢？妹子，如果你信得过大姐，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不是共匪呀？我不是，我只是跑盐的。啊，这个廖逸晨不分青红皂白就对你用刑，真是太残酷了。他们这些人呢，天天杀共匪，杀共匪，都杀红眼了，看谁都有通匪的嫌疑。我劝他叫他别做了，可他就是不听。你也傻，为什么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他们？你也可以免受皮肉之苦啊。
何必一个人死扛着呢？大姐，谢谢你救了我，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待在这儿，我得走。哎，你伤得这么重，你到哪儿去啊？一年前，要不是你救了川儿，我的儿子早死了。妹子，给大姐一个报答你的机会，你就安心在这儿养伤，有我在，他们不敢碰你一个手指头，好吗？怎么样，救出来了吗？劫狱行动很成功。可是，可是什么？你快说！囚车里没有酒弹，我们扑了个空。你说什么？建武，别冲动。酒弹现在在哪儿？他现在在哪儿？建武兄弟，你别急，先听我说。被处决的人里面没有酒弹，他很可能还被关在牢里面。我们家老爷怕你们着急，让我赶紧过来告诉你们一声。他说他会想办法救酒丹的。回去告诉你们老爷，不用他想办法了，我自己去救。哎，建武，叫，建武，建武兄弟，队长，借你马用一下。叫，杜爷，小心呐！妹子，你怎么起来了？九丹姑娘，真对不住，我不知道你就是川儿的救命恩人，十分抱歉让你受苦了。妹子，你身上还有伤，快上床躺着吧。来。不，大姐，我得走。我不是说了吗，在我这是最安全的。我跟川儿他爸说了，你不是共匪，他们抓错人了。对，是我们工作失误。工作失误。谢谢你们，如果你们真心希望我好，就放我走吧。妹子。哎，雪梅，既然九丹姑娘坚持要走，我们就不要一厢情愿强人所难了，就让九丹姑娘走吧。逸晨，九丹姑娘，我现在就安排车送你走。不用，我自己能走。你要盯紧他，我要一网打尽，一个也不许漏掉。你怎么能这样？我是放长线钓大鱼。如果九丹姑娘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我跟你没完。站住，我叫你站住，你听到没有？放手，这是命令。阿五哥，阿五哥，九丹。